打绿再出专辑，而这次主打歌走的是隽永的感性风，就连主唱清风在录音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落泪。而另外特别的是，贝斯手心仪他也首度开金口现场。嗓音情感深切，苏打绿周末在松山烟厂举办签唱会，全新的新歌，就连清风自己都感动落泪。我自己的歌词触动到了自己，哈哈，为了自己感动。苏打绿最后一场签唱会，现场吸引了近千名粉丝力挺偶像，尤其贝斯手心仪也首度开金口，第一次进录音间直喊辛苦，不过幸好有清风幽默鞭策。你有看过糖果屋的故事吗？他不愿意去录音，我就一直在他面前撒食物，他就一路捡到录音室就开始唱了。再出专辑花招百出，但是粉丝捧场也看得出天团苏打绿魅力无穷。记者杨强培、杨文豪台北报道。